苏文聂宗主，手下有一得力副使，今日一见，谈吐温婉，果然不凡。邹君，孟公子。 哎，快有。没事没事。此为何意？还女儿的。自动，请坐。 我也认为我了解金光瑶，所以我也希望。走路之前，下雨，进去避雨。算是。我不是不知道你做过什么事。 阿瑶。